身功啊、刀法，还有它的含义啊、作用，在八字当中能去断哪些事儿啊？这个我们简单有了解一下。那么来，李老师给大家读一下啊，整个。申宫也是从子上起正月，顺推到本生月，再将时支落在生月，逆推至酉，酉所临的地支即是申宫。命宫对前半生影响大，申宫对后半生影响大。申宫也代表钱财的情况。口诀：申宫口诀记心中。子起正月顺查行，生月之上起生时，逆推至酉之申宫。申宫天干何处旬，五虎遁中见分明。一以日柱定空亡，申宫落空亡，主一生钱财不聚，漂浮不定，财来财去。申宫地支被刑冲穿绝，主一生财运不济，空亡反论。日干与申干相合，一生财运佳。申宫有七杀的人，寿命多不长。申宫有孤臣寡宿的人，子女都不繁昌兴旺。那么命宫的概念大家理解了对吧？那么命宫、申宫啊，它俩是息息相关的。那刚刚李老师读，大家可能理解了。那么命宫主要代表前半生，申宫呢代表后半生啊，它俩的定向不同。而且申宫跟财运的影响比较大，命宫跟身体健康、一生当中灾劫它相关，影响更大。这个大家理解吗？啊，这个概念稍微分一下，我们有概念。那怎么找？其实也很简单啊，正好跟申宫是相反的啊，是一个特点啊。那么申宫、跟命宫啊，它不太相同，但是其实概念是相同。我们知道昨天找命宫是找到什么？卯。找卯对吧？最后不是找卯对吧？先逆着完了顺着找卯。那么我们现在申宫我们还找的是什么？找酉。哎，找酉啊，其实就是。那说老师为什么找卯和为什么找酉？它有原理啊，等以后有机会老师给大家分享啊。现在我们只需要知道就行啊，因为这知识量太大了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知道酉啊是申宫的安息之所啊，那么卯呢是命宫的安息之所啊。我们先基本这样的一个概念要理解啊，它是源泉。那么申宫是从子上起正月，昨天找命宫大家知道也是子上对吧？哎，但是有什么区别和这个？哎，大概是逆完顺对吧？那么现在我们看啊，先顺找到什么？生月。生月啊，一样啊。再将时支啊，就刚刚老师已经讲了嘛，落在这个生月上，这个前面不理解，就是从原位上，从当前的位置上啊，取时找到什么？有。那么有找到有所临的地支呢，就是什么？申宫。就是申宫，这个概念能理解吗？也就是说它跟命宫稍微不同的就是刚开始找的一个是找什么卯，现在找的是酉对吧？哎，那么我们昨天命宫找的是先逆后顺对吧？现在是先顺什么逆、哎、其实概念都一样哈、啊、你只要掌握规律了你就知道如何找了。那么很简单，首先呢在本这个在我们正月就还是子这个位置啊起正月，数到什么呢？数到你出生的月份，能理解吗？哎，那来我们还是写个八字吧。哎，还是昨天那个给他写的。哎，对，随便写。甲子。啊，写他那个都记住了是吧？啊，庚戌庚辰是吧？哎，庚午辛巳啊，对，能记住了啊。好，你们比较特点啊，咱们都下来写好。那么，假如这个八字排出来，这都没问题，对吧？那现在我们不找命宫，要找什么宫？申宫。哎，申宫。那找申宫呢，同样也是在子上取起。我们先把这两个给它标记出来。哎，还是把这两个标记出来。同样，一个是月，一个是什么？时。这上不写了吗？来，看到没？哎，时对吧？哎，也就是把月和时这个地支都标记出来，看到没？那么同样在手掌子的位置上开始去推，对啊，开始去推。那么先顺先逆还是先顺？哎，这个因为是找申宫对吧？从这个位置属什么呢？大家属什么？属正月嘛，也对，也叫一。如果说你正月不理解，就属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也属也行。它是几月份出生的？大家看，辰对吧？从这个位置属一月，也就正月对吧？寅卯辰，辰在哪儿？
在银上面、在这个位置对吧、这个位置只要我们定位就行了，不管在哪先给它定位摁住，摁住找住了，找住之后呢再逆着往回数，这回开始数什么了呢？有数四，对吧？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是四是吧，逆着数我最终要找到什么？有，找到有，能理解吗？这个位置现在这位置定位了，没问题了吧？四，下一个是五，未申酉，找到了。虚，虚就是他的申宫，能理解吗？哎，对，他的申宫就是虚，能理解吗？那天干同样啊，同样这也是老师研究的哈，就是同样通五五对。那我们看虚写上，虚是他的申宫，写上。虚是申宫，如何找天干呢？同样。按五五对，这上面是不是写了？已经写了啊，已经写了。好，申宫是虚对吧？那么它地支找到了，是不是需要找到天干？是啊，其实古法当中一般天干都不用，用的非常少。但我们要知道，现在有一些地方还要用啊。因为我们要找这个，比如说要找到这一柱申宫的一个纳音，你需不需要有天干？你肯定要需要的，要不然你没法去定义啊。好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那么我们如何通过这个虚去找它的天干是什么？用五虎遁对吧？那么同样它是看年啊，看年庚戌年，乙庚年是合金对吧？乙庚合化什么金？什么生金呢？土生金。我们叫阳干生化，五虎遁叫阳干生化对吧？五鼠遁叫阳干什么？克化。哎，对，还大家还记着呢，不要把昨天学的忘了，今天才会啊。好。那么生化什么生金？土生金。所以正月什么寅？正月是什么寅？戊寅对吧？这个还能理解吗？那么从戊我们要找到什么？不是找到这个虚嘛对吧？申酉虚，这个位置是戊，我们要往下数，能理解吗？戊己庚辛壬癸，下一个是什么？甲。哎，甲，对，因为到头了，就是甲乙丙。那个什么丙寅，写上好丙寅。那么他的申宫就是什么？是丙戌啊，丙戌。那因为天干找到了嘛，天干找到了，对吧？那么也就是地支最开始找的是不是地支？后来我们推理是要找到戌上面这个天干是什么？那戌上面天干不一定是丙，对吧？正常来讲，如果我们猜，肯定猜不到，对吧？那么虚可能也是戊虚，有没有可能？甲虚可不可能？好多种，一共有六种情况嘛。那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找到了它现在是什么？丙虚。那么申宫就是丙虚，找没找到？找到了啊，这个概念能理解吗？啊，基本会了吧？会。这个用不用再讲一下了？讲一下啊，不用了吧？你这个知道啊，不用了，因为原理基本大家通了啊，要不然这时间太长了，耽误了。因为它跟刚刚那个前面讲的命宫的概念基本是一致啊，概念相通的啊。好，那么我们找到了一个申宫，那么申宫能代表什么？这上面就看了，以日柱定空亡。申宫呢，如果入空亡，就是一生呢不太聚财，漂浮不定，财来财去。同样我们对照一下自己的八字啊，我们自己的八字申宫给大家自己找一下自己八字的申宫，看你的申宫呢落不落空亡。落不落空亡是以什么定空亡的呢？日柱。如果你的申宫落空亡，特别是财运上，特别是下半生上，可能就会稍微注意点，容易有财来财去的情况。可能上半生赚了很多钱，下半生都没了啊，就财来财去啊，这个特点还是很准确的啊。老师有的时候看这个一看还是很准的啊。好，这个概念能不能理解啊？哎，那么来把这八字擦一下，再换个八字吧，再给大家复习一遍。我正好给这个时间，大家自己把自己申宫找到好不好？自己跟老师这个节奏，把自己的八字写上，把自己的申宫找到啊，申宫找到好，我们随便写一把都可以，可以好，好。那么找申宫的过程呢，大家要理解它的原理啊，跟找命宫的过程啊有相近的地方，其实原理是相通，只要你会找命宫了，申宫就会找了。命宫呢只是先逆后顺，最后找到的是卯对吧？申宫现在是先顺后逆，最后找到的是什么？酉。哎，酉。
啊，有，好，来，我们把这两个月和时支都标记一下，标记一下，因为这个要通过这两个元素去找，对吧？同样，在子位上起正月，先找到月份，对吧？它也是辰月，对吧？好，在这个位置子位上，正月、二月、三月，对吧？也就是辰月嘛，寅卯辰，找到没？之后，我们要在时看什么时？丑时，从丑上开始推，找到什么？有吗？有吗？丑下一个是什么？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，找到了。哎，五写上，它的申宫是五。哎，写一下。哎，五申宫五。那么五找到了，我们是不是要找到上面的天干呢？天干。用五虎对法，我们看它是什么年，甲什么年，甲子年。那么我们只看甲，甲己合化土，什么生土？火生土，阳干生化，所以正月是丙年月，对吧？丙丁戊己庚，庚午，写上庚午，它的申宫就是庚午了啊，庚午就完全找到了，它的申宫就是庚午，能理解吗？好。那么大家在这个思路上给自己的申宫要找一下啊，找一下自己申宫完之后，看第一步我们看落不落空亡，我们看一下他的日柱，我们通过日柱我们再复习一下昨天找空亡，找空亡年月日，对吧？壬午，壬午的空什么？壬午。那么我们知道还是从手掌当中好找啊，我们先把午这个位置定位，对吧？这个位置叫什么午？壬午吧，壬午。哎，因为现在我们看年月日，通过日柱找空亡嘛。壬，我们要数到癸，最后癸光下的这两个地支是不是就是什么空亡？还记得吗？那么这个位置是壬，对吧？壬下一个是什么？甲乙丙丁壬什么？癸。壬下一个癸。哎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对吧？最后一个了嘛？哎，完剩的那两个是什么？甲。啊，是不是剩下两个地支？往后两个地支，午未申酉，对吧？哎，申酉，写一下空亡日柱空亡申酉，哎，申酉空，日柱申酉空，对，申酉空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看他这个申宫空没空亡？没有，没空亡。没有。当申宫出现了申或者酉的时候，空不空？空。哎，那就是空亡了。那么老师刚刚讲的这个第一条，申宫如果空亡的话，一生啊财就不太聚，特别是在后半生就容易财来财去，不太容易守财啊。因为老师讲了，命宫啊主宰一个人的前半生。申宫主要主宰一个人的后半生，主要啊不是全部。那么命宫主要对一个人的健康啊、身体啊和遇到的一些灾难呢、啊、有影响。申宫主要对一个人的财业呀、事运呢、运势上有影响。这个能理解吗？啊，概念相对理解一下就行了。好，这个是不是理解了？我们看啊，申宫地支被刑冲穿绝。主一生财运不济啊，空亡反论，什么意思呢？空亡反论这四个字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如果申宫的地支被刑冲穿绝了，好不好？不好，不好，不好了，空亡了，是不是就没有不好的力量了？是。哎，所以相对还是好事，能理解吗？那么地支，我们看申宫的地支，我们看它申宫地支是什么？午，午，对吧？午。那么冲什么冲午？哎，子午冲，对吧？那么行什么行午？啊，哎，五万五行五嘛，叫五五自行嘛，对吧？这个能理解吗？啊，这个概念能理解啊。那么我们看还有一个概念是什么？行冲穿，穿什么是穿？穿就是害啊，穿就是害。什么是害？还记得吗？昨天讲地支了，有没有人记得？哎，对，哎，丑害。那遇到什么？牛，遇到丑，哎，对，是不是遇到丑，他就会把这个午怎么样？害穿了，就是害啊。马太叫穿啊，其实正常我们都叫害，穿害其实都是一样的概念，能理解吗？啊，这个概念其实大家有清晰啊。那么当申宫的这个地支受到这种刑冲害等等的问题的时候，希不希望它空呢？希望能空，明白吗？空了是不是就不对他的有影响了？对，明白吗？哎，所以这样叫
空王反论啊，王派当中叫空王反断啊，其实就说明什么呢？空王呢，其实也不能完全反断啊。以老师的经验来讲，只是证明这种行冲破害的能量弱了，明白吗？因为空王这种能量空了，就行冲破害的这种能量弱了，能不能理解？这样理解相对比较标准。说反论说由凶变吉，这个可能性很小。以老师的经验来讲，还没发现，基本上就可以说不凶了，不凶能理解吗？哎，不凶了，可以这样理解，就更标准啊。这个大家知道。日干与身干相合，一生财运加啊，财运加日干。我们看日干是什么？任。那么身呢？庚。庚。任和生和庚合为合？哎，为合。这个合指的就是天干五合啊，唯一的就天干五合。那么假如它这是乙为日主。跟申宫庚合不合？合，哎，合了嘛，叫乙庚合发什么？金。天干五合大家记得是吧？哎，这个要记住啊，因为运用的时候是非常多的，这个能理解吗？如果正好你的日干与申宫的这个干合了，一生怎么样？财运。财运还不错啊，财运不错啊。好，那么申宫有七杀的人寿命多不长？其实后面讲啊，现在还没讲到时辰呢，最后讲时辰啊，比较复杂。那么其实是什么概念？昨天简单讲了点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克我者为官，对吧？叫官杀，官杀。正官和偏官，偏官就叫什么？杀，就叫七杀啊。偏官就叫七杀，能不能理解？那我们看一下他的日主，刃，对吧？刃。克他呢，我们同样分阴阳，昨天简单讲了，因为后面还会详细讲，大家不要着急啊。那么现在简单理解一下，什么克水？土。土分为戊和己，对吧？戊土和己土。那么阴阳不同的被称之为正官，阴阳相同的被称之为什么？偏官，也就七杀嘛，对吧？那么戊土是不是他的七杀？是。就偏官啊，偏官，很多人叫法不同，其实一样啊。那么戊土啊，如果那我们看这里面的概念啊，如果正好戊土在天干当中出现了，那么它的寿命怎么样？不长，就不太长。它这有没有？没有。啊，没有啊，所以这块还没有合上啊，没事儿，不要紧啊。好，那么申宫这个神煞一会儿后面我们都会讲啊，子女不太昌盛啊，因为说了说申宫代表后半生啊，后半生如果有这个，大家看这两个词儿，这个念什么？孤臣，哎，你看这词儿好不好？很吓人的，是大孤寡啊，孤寡啊。啊，当然男怕孤，女怕寡，后面都会详细讲啊。就孤寡这个呢，就是一看怪吓人的是吧？孤寡啊，这个要知道啊。那么现在申宫这个概念是不是都知道了？找法和运用和它的意义都理解了吧？哎，主要是理解它的意义啊，这是很重要的啊。申宫和命宫一样，都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啊。但以老师经验来讲。命宫用的非常多，包括给大家讲了好多命宫的运用方法，好，这个要知道。那么流年，流年就流年大运怎么排？怎么什么叫流年？有很多人批八字，算命先生告诉你，你流年不利呀、啊，听没听说过？哎，说你流年不好啊，啊，有的人说你流年大吉呀、啊，什么是流年？哎，这要给大家读一下。八字流年又称游行太岁，简称岁，流年即太岁，以年柱为虚岁，一岁起，不论阴阳男女，皆顺数排列。当年流年即当年太岁，在八字预测中，流年所占的地位十分重要，流年对人生的影响非常大。如测这个人哪一年好，哪一年坏，应在哪些方面，都要参照流年才能确定。流年指的就是当年的天干地支与你命局的天干地支发生的关系。注：大运流年发生作用时，以大运为主，流年为辅。流年通过大运作用命局，流年不直接作用命局。当大运流年不发生作用时，流年直接作用命局。如当大运空亡时，大运流年不发生作用，大运流年对命局发生作用，而命局对大运流年不发生作用，即命局不回克大运流年。好，那么流年是什么？大家理不理解啊？就是每一年啊，就是每一年。你看这个有点晕了，什么什么太岁虚岁，就不考虑这些了。流年呢，就指的是每一年。那么你出生之后啊，
你出生之后时间是不是往前走？对，是啊，时间不会跟着你的生命停止，对吧？对，也就是说不管你出不出生，时间今年是猪年，明年是什么年？鼠年嘛，对吧？就每一年每一年它还是要过呀，只是你出生在猪年的时候，那么你遇到狗年了，遇到马年了，你会发生什么事儿？这就是指的是流年，也就是你遇到的哪一年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时间不停地去走的这个年份，这个理解吧？今年是己亥年，明年是什么？庚子年，后年是什么？辛丑年，这就是一年一年往下走，这个就叫流年啊！不搞太复杂，一看这个什么太岁虚位最己就迷糊了。我这么说能理解了吧？知道什么是流年了吧？就是每一年，也就是明年你运气好不好？明年的干支是庚子，你就对照庚子跟你的八字去看好不好？那这里面呢有几句话呢，讲的稍微有点绝对啊。包括这里面大运流年发生作用时，就是大运和流年发生作用时以大运为主，这个是正确的。一般的大运和流年呢，大运的影响相对比较大，大运为主啊，流年呢为辅啊，这是正确的啊。那么流年通过大运作用面积，这是相对的，都用互相参看。也就是说流年呢不只作用于大运，它也作用于什么命局，就是四柱跟大运的天干地支产生了一些关系。比如说和从它的能量就会跟大运直接产生，明白吗？产生之后所转化的能量才会给四柱，也就是给命局产生作用，明白吗？当流年和大运没有产生太大作用的时候，它同样还会作用到我们的命局，也就是四柱当中。这么讲能不能理解？老师强调一下啊，比如说简单一点，大运现在它的大运，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壬午大运，对吧？哎，假如流年正好到明年庚子年了，对吧？庚子年的子午是不是产生冲了？哎，子午冲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流年和这个大运呢就先产生关系，它俩就已经干上了，明白吗？就它俩干完之后，最后的力量才会回家给四柱，也就是命局，能理解吗？如果他俩没有产生太大的关系，流年明年跟子年会直接跟四柱之间产生关系。这个子我们看一下，这有个子，子出来了，两个子出现了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子和这个丑产生什么关系？和等等的关系，能理解吗？也就是说这个子是先和流年的这个，刚刚老师说这个不放这儿啊，放这个流年任务无产生关系之后，他才会跟这些产生实际的关系。这后面都会详细讲啊，这里面这几个元素一对照就复杂了，因为关系多嘛，对吧？哎，包括说生克制化呀，天干的关系，地支刑冲会合害破酸绝等等，这些关系都得要一一对照。所以看一个八字容不容易？你得相对的用心细心。那有一些拿过来随便看的不太负责啊，除非经验极其丰富，要不然这些分析你说好，子和这午产生什么关系？丑。子和丑产生什么关系？哎，子和这个子都出现了，它的能量就会给谁加强，对吧？而且和大运也要看，对吧？哎，也就是说它互相对照的要很多。当它对照之后，关系发生之后，最终的能量释放出来会有什么信号？这个信号呢，就用时辰去论了啊。比如说哪块出问题，基本上我们一下子就可以定位到啊。这个大家要理解，所以这块儿大家有个概念啊。那么同样，当大运空亡时啊，大运的流年就不发生关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空了嘛，空了暂时我们就忽略它，能理解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一般的流年就跟什么发生关系了？四柱，也就是原局，原局发生关系了啊。那么大运流年对命局发生作用呢，而命局对大运流年不发生作用，这个大家能不能理解？啊，就下面写了，命局呢不回克大运流年，明白吗？也就是说，我们之所以发生了吉凶祸福，都是由于大运和流年跟我们命局产生关系造成的，明白吗？并不是我们跟大运和流年产生关系产生的事儿，都是我们被对方干什么我们产生的事儿，被对方送钱了我们就发财了，被对方偷钱了我们就破财了，能理解吗？我们不去偷别人，我们也不去送别人，明白吗？哎，这个概念大家要清晰啊，因为只有这些概念清晰，我们才能深入的去了解八字的一些细节啊，这些是很重要的。那么下一个是胎元流年，大家理解了对吧？哎，我们看胎元。那么何为胎元？
啊，顾名思义，胎者啊，即受胎、怀胎、原者即开始。故胎人呢，就是指什么呢？受胎、怀胎的这个时刻啊，也就是指受孕怀胎的这个年月日时，我们把它呢比喻成什么？胎元。胎元的取法呢，怎么取呢？是以出生年之干之倒推十个月。什么意思呢？十月怀胎，听说过没？你这孩子出生的当下，再往回推多少个月？十个月，就是这孩子的什么胎元？胎元能理解吗？啊，这个知道啊，这个大家要知道啊。那么所得之干支就是为胎元啊，出生月啊，记得出生月啊，干支倒推。那么既出生月的干支进一位，地支进三位，就天干呢进一位，地支进三位。其实就是倒推十个月，能理解吗？因为天干是十进位，地支是十二进位，能理解吗？所以这个时候天干需要进几位？进一位嘛，因为最后倒推十个月它是一样的嘛。你要记住这个，你就倒推一样，明白吗？记住这个就简单了。天干进一位，地支进几位？进三位啊。那么所得的干支就是什么？胎元啊。那么这下面有例子，癸酉月出生的人。啊，那么胎元为甲子，那么为什么呢？哎，我们按大刚老师这个思路啊来找一下啊。癸酉月出生，对吧？我们倒推十个月会吗？酉在哪儿？午未申酉在这儿，对吧？哎，这个叫酉，我们先把酉定位了嘛，叫癸酉，对吧？那么在这个位置上，我们往下去数，怎么数呢？天干进一位，还记得吗？这个位置是癸，癸下面的天干是什么？甲，对吧？那就到甲了。地支进几位？三位。第三位，我们看一二三，是不是子？你要记不住就往回反推，反推几位？十位。哎，反推十位。哎，能理解吗？这个概念能理解吗？啊，就是往回反推，就拿个笔画一下，可以自己一个一个往回推。也就是说，你出生的这个月知道了没？我们找他，找他啊。年月日时，对吧？出生这一月什么月？戊辰月，对吧？戊辰月，戊辰辰在哪儿？子丑寅卯辰，找到了，对吧？哎，辰在这儿，这个这是戊辰，对吧？天干进几位？进一位是什么？己，对吧？就己。地支进几位？三位。一二三是什么？未。己未，能理解吗？那么它的胎元就是什么几位，几位，能不能理解？就我先数就行了。你们记不住啊，就把刚刚老师说这个原理，叫倒推十个月的原理记住就行了，能理解吗？因为十月怀胎呀，这个能理解吗？就是小孩出生了，那十月怀胎就是胎元是什么？什么时候怀的胎就胎元，往回推，推到了什么时候呢？十月怀胎就推十个月，就往回推十个月，能理解吗？啊，早产不算，我们不管那些了。我们八字命理啊，这些东西有固定的模式啊，至于剖腹产、早产不考虑啊。同样都怎么样？都推十个月啊，都会推十个月，能理解吗？啊，这概念大家理解了吧？所以胎元会不会找？那下面有个口诀啊，胎元起法记心中啊，生月干支要记清，这个能理解吧？哎，好，那么月干后位胎元干。月支后三胎元支，也就是说天干往下进一位，地支进几位？三位。那么当下所得到的干支就是什么？胎元。胎元啊，就是胎元。这概念理解了没？啊，有没有不懂的这块？都懂了哈。哎，先把概念理解。说老师我不太会推，不要紧，把这概念理解，回去慢慢复习啊。我们一会儿可以休息，再自己找一下。我建议呢，老师讲到哪个环节？一定要把哪个环节自己八字的命理的东西找到，好不好？好，都找不着了。找到。哎，老师说的，其实老师讲这案例的时候，你应该找自己的了，对吧？哎，基本上你跟他那个方式一核对，就把自己的胎元找到了啊。那么胎元找到之后，胎元如何去断命？来，李老师给大家读一下。胎元运行冲绝穿，出生艰难，体质不佳，胎元空亡，身体不佳，花钱较大，胎元冲年，父母不全，胎元受冲，奔波劳碌，胎元与年柱同位，父母不正，胎
开元为阴之欲冲母过房，开元为阳之欲冲父过房，开元欲行冲马心动，奔波劳碌财运甚微。开元纳阴生年柱为吉，开元纳阴克年柱为凶，开元与时柱天克地冲寿短，开元临地旺长寿。好，开元重不重要？重要，也挺重要的啊，因为这些事啊很多它都是会应得上的啊。那么简单的我们先找几个重点，基本上大家是不是都能理解了，这块是不是都能找了，会不会找？我们找几个吧。先空亡是不是都没问题了？欲行冲穿绝这个应该没问题了啊。这个出生啊艰难，体质不佳，什么意思？胎元，胎元找没找到？来把这写上吧，写出来的。他胎元当时找的是什么？记着吗？几位？几位对吧？写上几位，写上胎元冒号几位啊？几位啊？那么首先呢，行冲穿绝我就不讲了，刚刚讲了好几次了啊，就跟体质发生的关系，明白吗？哎，这个时候身体不佳。空亡呢刚刚是不是也讲了，那空亡我再复习一下吧哈。己未是未，我们看看同样是日柱，它的日柱空亡，还记得刚刚是什么空了、啊、这有空是吗？是不是有空？是有空，啥都是有，先生空亡是有，哎，空亡是有。那么看己未，我们看它空亡啊，太原空没空亡？没有，没空亡，所以没有身体不佳花钱长大这个特点，对吧？太原冲年父母不全啊，这个不一定百分之百准啊，但是一般的太原冲年的时候父母身体确实会弱一点，不一定说就一定要有一个趋势啊，没那么夸张啊。我们看太原冲不冲年，他的胃他年冲不冲？子和胃冲吗？如果要是午是不是就冲了？子午冲了，能理解吗？也就是这个太原的这个字儿跟年冲了啊，我们一般呢会说胎元冲年父母不全啊，以前老人都这么讲啊，但是没那么夸张，但是不好，哎，对老人父母啊身体啊就是弱一点啊。以前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，听没听说，说这孩子一出生啊，这个父亲或者母亲有一个身体就不好了，对吧？完有一些人说，哎呀你这孩子什么克父母啊，其实没那么严重啊，他只是确实他一出生他产生的磁场会对父母啊不太好，身体化不太好。至于是不是有一个一定过世，这不一定啊，不一定，没那么准啊。以老师的经验来讲，你不能说一看太原冲年，你说你爸你妈谁死了，对吧？人家为死不削你嘛，对吧？别说他了，你说你们父母可能有一个身体不好，他还对你确实有个身体不好啊。这个是因为现在医疗条件好了，大家的健康情况和寿命都比以前长了。以前确实有点病不行就走了。对吧？啊，有点病可能伤风感冒，就过去了。真的，现在是没这个问题了啊。胎元受冲，奔波劳碌啊，受冲。我们看他胎元受不受冲？胃，对吧？一般我们都是以日柱和年柱论啊。胃和子，胃和午没事儿，对吧？哎，没冲。好，胎元年柱同位，父母不正，胎元和年柱啊就相同啊，相同。我们看都没问题啊，没有这种情况。那么胎元为阴之欲冲母过房，这个以老师经验来讲不太准啊，因为现在这种情况少，以前古代比较多啊，说胎元为阴一阳之啊是父过房啊，这个没那么夸张了、啊、这个已经讲了欲行的行冲啊，行冲奔波劳碌，马行呢就是阴身四害，还记得吗？哎，一般的奔波劳碌。那么胎元的纳音生年柱为吉，这个纳音呢老师没太详细讲，那上面有个表，尽量查表就行。那胎元的纳音，我们看这个己未的纳音是什么，我们查一下那个表，己未的纳音是什么啊，看己未的纳音是什么，查查查个表，生年火，对吧？来看一下，查一下表，那个纳音表找没找到？没找到吗？那、啊、我们看前面有个表啊，这个因为纳音这块讲的比较少，其实纳音挺重要的，但是知识量太大了，老师就刻意讲的稍微少一点啊。啊，我给找一下那个表，好像挺远是吧？纳音一个表，好，过去了是吧？哎，这儿好了，我们找一下几位，几位在哪儿？就找表就行了，这个要背的话不好背啊，不好背。找没找到？几位是不是火？火，哎，天上火，对吧？那么它的纳音五行是什么？火，对吧？好，这个我们找到了火，我们看一下，对照一下啊，哪一楼有哪些问题？好，
好，太原上面是吧？啊，那音如果生年好不好？吉对吧？那音克年柱凶对吧？那年柱同样的年柱的那音我们也得找着，来李老师写一下吧。好，太原几位的那音写上火，火括号火，来几位好括号火。那么年柱我们看甲子的那音是什么？这个都知道了吧？甲子离丑坎中金嘛，啊对，都知道金，写上金，金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太原克不克年柱？克年柱对吧？我们看太原那边克年柱好不好？不好。哎，不太好。又是生年柱好不好？好。比如说这个男人是火，这个男人又是土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就好了。哎，要克相对就差一点啊，这个就知道了，这整体的能量，整体的能量啊。那么他这个男人这块是不是大家理解了？啊，男人我们就查表就行了，费也比较费劲啊。太原一石柱，天克地冲，寿短。老师的经验来讲，这个还是准，还是准啊。也就是说，胎元呢和石柱产生天克地冲，它确实有的人寿命就不太长啊，就年轻的就有的就走了，有的就是这种格局，有胎元受冲，有的时候就有啊。那么胎元，我们看它和胎元是几位对吧？啊，那么如果天克地冲，地冲冲什么和未冲？我们排除法嘛，找嘛，找嘛，丑空丑对吧？那么天干什么克己？己是土，什么克土？木克土对吧？那么乙木还是甲木呢？乙木，当然一定是乙木对吧？啊，因为甲己是合的，所以当乙丑出现的时候，怎么样？就形成什么？哎，天克地冲啊，这里头比较麻烦。那么乙丑呢？我们看于石柱啊，石柱，石柱，我们看这个石柱是不是乙丑年月日时？不是，对吧？不是，哎，啊，年柱生财不论啊，那就不论啊，那些不论，我们只看太原和年柱之间的关系，不看年柱和太原关系，不考虑这些啊，这是往外的一种能量，能理解吧？哎，好，不考虑那些都不考虑，好吧？啊，啊，这个、啊、对，这个大家都理解了吗？太原是不是理解啊？基本要理解一下啊，剩下这几个大家都没问题了，应该讲了好多次了。年柱就不管了啊，不管不管。太原主要是太原，它是克年柱还是生年柱？那音那音，那不考虑不考虑，哎不考虑啊，这个大家要知道哈、啊。那么太原的太原的意义取法，这是不是讲完了？讲过了，讲过了啊。哎，胎息，胎息，太原完事之后有胎息啊。胎元呢属先天，胎息呢属什么？后天啊。胎元受胎之月啊，月令啊，对八字命局影响较大。胎息呢次之啊，胎息呢它相对影响小一点，但也有影响啊。胎息起法以日柱干支为基准，用日柱啊干支为基准，基于日干支相合者之干支为胎息啊，干支胎息。那么这有个例子，看这例子大家都理解了。其实合就地支的六合，天干的五合，就这两种，明白吗？好，很简单，很简单啊。比如丙午日出生的人，他的胎息为辛未，辛未能理解吗？为什么是辛未呢？后面会写啊，后面没写吗？啊，没写，我来写一下吧，来再白板写一下，老师讲一下。上面这解释大家能理解吗？还没看懂是吧？哎，就是合嘛，合，一个是天合，一个是地合。天合就是天干五合，地合就是地支几合？六合，明白吗？哎，这很简单。我们看丙午写不写上？丙午写上了，丙午对吧？那丙午的胎息为什么是辛未？写上，哎，丙辛合化水。好，午和什么合？五味合。啊，对，好，写上。对，丙辛合化水，对，五味合。这上面写的很清楚，天干合地支合对吧？天干合就是五合对吧？地支就是六合，能理解吗？所以它的胎息，我们现在找胎息了，能理解吗？就是什么以日啊，年月日啊，我们看是不是以日啊，日干写了是吧？哎，写了，已经写了，与日干相合的日柱啊，日柱。好，我们看年月日，日它长的这个人午，能理解吗？哎，那么哎，我们看它的胎息是什么？来，李老师写一下。丁。哎，丁。午是什么？午和什么和午六合？未。哎，未，哎，对，未嘛，六合地支六合嘛，好，所以是什么未？
丁未，对吧？他的八字的胎息就是丁未，能理解了吗？哎，那么丙午日出生的人的胎息是什么？丁未，能不能理解？啊，这块基本都理解了吧？还有没有不懂的这块？啊，懂了哈，啊，懂了啊，因为这个简单啊，这不用刻意推理了，就是天干五和地支六合就找到胎息了，是以日去找的，日柱去找的，通过日柱去找的。那么胎息，我们看这里面有一些断语，我们要了解一下啊。胎源于胎息，相生福为吉，相冲克为凶。我们看啊，他的胎息找不找到？是丁未，对吧？胎源是什么？刚刚胎源还记得吗？几位，对吧？对，是不是几位？是的，几位。好，几位，来写一下，来，对，把胎源写一下，胎源是几位？好，可以，几位？对，直接写几位，哎，对，几位，对照一下。好，我们看丁位和几位他们的关系有相生相扶的状态吗？啊，哪个有？火生土，火生土，不能这么说啊。我们一般呢都看天干和地支的关系啊，啊，那么未和未呢也同样算是给它加力啊，加力啊。天干呢没产生太直接的关系啊，啊，这个大家知道，就五行的能量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。那要生福就好，克好不好？哎，克就不好，这样知道就冲克不好。比如说，假如这个一个是子，一个是午，是不是就冲？一个是丑，假如一个是丑即丑，一个未是不是就不好了？哎，这个大家理解了啊。胎息受刑伤，则伤害父母啊，一样啊，而为异母所养，这个不一定啊。异母现在没有那么多异母了啊，啊，受刑伤啊，这个要注意。那么胎息胎源纳音相克相害就不太吉啊，这个是也大家要知道。纳音刚刚老师讲了，还记得吗？纳音就是汤锅那个表，六十甲子的那个表，纳音表找看它的五行，这两个是否相克。啊，是否相克？如果相克怎么样？就不太好啊，相克不太好，这个大家要知道啊。胎息这边是不是大家都理解了？基本理解了啊，因为这里面胎息啊相对不是那么重要啊，啊，但是跟胎源来讲它不重要，它也有一定的影响，它主要跟胎源之间发生的关系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胎源大家知道就回胎这个点，能理解吗？回胎这点，天地宇宙间的能量，它特殊的情况会引起这个人命的局的好坏。胎息呢就相当于和胎源之间互相扶持的，它俩叫唇齿相依的关系，能不能理解？哎，所以古人把这些东西定义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，不是说随便搞出来的，这个我们要知道啊。那么下面我们了解一下天元、地元、人元，来，这要给大家读一下。天元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地元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，人元地支藏干，天干主禄为天元，地支主申为地元，藏干主命为人元。五行之气四时相长，藏干司权不同，司权者为真神，司令者为本气，司命者为月令藏干透出。有的天干指司命，有的天干既司权又司命，有的天干不但司权司命又司令。司令是月令的本气主气，为真神，但司令不一定是司权司命。司权藏干值日用事之时是值日宫，执掌执政掌权，司权不一定司令司命。司命月令透干之人原为司命，同样司命也未必司令或司权。注：年之月之藏干全透为富翁。名人能人四库出富翁，四梦出名人，四众出能人圣贤。好，这里面呢也又有一个三元的概念啊，天元、地元、人元。其实不光是风水还是八字啊，它都讲三元。三元呢其实什么呢？这上面写的很清晰，天代表的就是天干，对吧？那么地代表的就是地支，天干一共有几个？十个，地支有十二个。那么人呢就是地支当中的什么？藏干啊，就是把它定义成三元。那么同样天干主禄啊，地支主身呢，藏干主命，这个大家稍微理解一下就行啊，它有一些概念。这里面呢什么司权司令司命呢就比较复杂，我们就不搞那么太复杂了，这个简单理解一下就行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就是在每个节气当中啊，它的气所掌管的时间不同
啊，有的掌管几天，有的掌管多几天，有的掌管少几天，而且在每个节气当中啊，它藏干当中所司的这种能量都是分散的，就比如说前三天、后七天、再后五天，一共结合一起是十五天，这个大家能理解吗？所以它产生了司权、司令、司命这个概念。那这里面我们从藏干的角度来理解啊，本身它就是藏干当中的能量产生了司令、司权和司命啊，这个是稍微复杂一点，我们一听可能有点晕，我们先不管这些，老师讲的再简单一点，就什么意思呢？地支的藏干能不能找到？这个没问题了，对吧？哎，那么我们找到地支的藏干，那么它的地支藏干，这上面写了年支、月支的藏干啊，只有年支、月支，日和时都不算啊。如果透出来多，比如说全透为名人啊，为富翁、名人、能人，那么司库，大家知道什么是司库吗？辰戌丑未是司库，还记得吗？哎，那么司梦，大家知道什么是司梦吗？还记得吗？子午卯酉为司梦，还记得吗？啊，不是司纵啊，子午卯酉是司纵啊，这个是寅申巳亥为什么司梦，能理解吗？啊，这个概念先理解，来，这老师写一下吧。这可能大家以前没学习过，没有这个概念啊。但其实这个我讲过无数次了啊，在公开课都讲过无数次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年支和月支藏干透得多，好不好？好。其实老师说了，说能量啊，它要用天干的方式表达出来的。地支的能量再强，表达不出来没有用，它只能憋着。它必定要释放，释放看从哪释放，所以就需要把藏干当中的能量通过天干怎么样释放出来。如果都释放出来，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藏干当中出现了这个辰戌丑未啊，那么这辰戌丑未年和月，年和月加一起啊，年有没有地支？有地支。月有没有地支？也有地支。年的地支和月的地支藏干透出来了，透到哪儿呢？天干当中假如出现了辰戌丑未的字儿，哎，这个人怎么样？一般的就能出富翁，哎，出富翁啊，出富翁，哎，对，好，哎，对，一会儿按这个写啊，这司库写什么是吧？哎，司梦，对，哎，司纵，司纵这写反了，子午卯酉是司纵，哎，对，哎，好，对，这是辰戌丑未是司纪啊，当然这跟写司库一样，因为我们缺乏字，未来的深入的记忆啊，对，哎，司纪，好。这个概念大家先理解一下就行啊。那么这里面呢，我们就先把藏干这个概念学一下，因为藏干这儿啊，它影响很大啊，影响很大。好，来，我们随便再写个八字吧，写个八字找一下，把什么藏干找着呢？年支和月支，还记得没？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表，记不住的就对一下表。哎，对，随便找个八字写上一下。八十年啊，好，好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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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就是。对，好，好。那么这里面藏干找到之后呢，老师再强调一遍，把年支的藏干和月支的藏干都找出来，写到边上，写到边上，我们对照，对照什么呢？在天干当中啊，它透了几个，透了几个？如果说都透出来的，一般的那就是了不得了啊，就我们说的有富翁啊、名人呐、能人呐啊，这上面写的就比较清晰啊啊。那司纵出现子午卯酉司纵的，一般都是圣贤之人，圣贤啊就很牛的啊。那么出司梦的啊，我们叫名人啊，名人寅申巳亥的，如果都透出来的啊，这个名人啊啊。哎，这个一般的大家有个概念啊，有个概念啊，人之地啊。给大家理解一下，理解一下这个有概念就行。那么这个天元地元人元呢，它其实就是一种概念的关系啊，在八字当中运用呢其实不是特别明显，只是我们知道说啊，天干代表什么？天，对吧？地支代表什么？地。人代表什么？人。藏干，藏干代表人啊，这个概念我们稍微理解一下啊，这个大家理解一下就可以，好吧？啊，那么我们看了解一下具体的木星人的分析了，也就是说每个人八字啊，这先不看，这先不看，等我把这个讲完了。好，那么我们先了解一下木星人的分析啊，因为课程内容太多了啊。木星人就是我们
什么叫木星人呢？就是每一个人的八字金木水火土是不是都知道多和少？对吧？那么哪个多哪个少，多会有什么特性，少会有什么特性，能理解吗？来，李老师给大家读一下吧，把这几个都读完啊，就木火土金水这几个都读完啊，稍微快一点，但是咬字清晰一点啊。木人东方青绿萌发怒春天，木多仁慈善良性直理性，人格清秀，正义感生发，理想主义研发策划能力强，有博爱恻隐之心，好施舍，性格倔强，意志力坚定不移，颇有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性格。墨少无情，嫉妒心强，企业之中墨多之人适合做研发创新策划工作，墨少之人适合做监管纠察纪律相关工作。好，在这边墨星啊，墨星位。好，火里南方红色爆发喜，夏天火多性急主动开朗热情，有才气有文艺天赋，有推动能力领导才能，待人彬彬有礼，有谦让之风，神采奕奕，性急而聪明，性情刚烈，热情爽快，耿直，善交朋友，热情尊老爱幼，见若不欺，逢恶不怕，缺乏冷静，语音激昂，火少无理轻浮，多是非。企业之中火多之人适合做销售公关部门领导，火少之人适合做后勤库管企业后方相关工作。土系中间黄接纳思长下，土多诚实守信，厚道实在，能承载，有团队精神，善整合，易合作，有信仰，好敬神佛，言行一致，说到做到，讲信用不虚伪，忠厚老实，宽宏大量，有忍劲儿和耐力，做事坚持不懈，有始有终，为人质朴，勤劳节约，办事踏实肯干，性情温厚，感情淳朴，不讲假话，谈吐谨慎，做事细心，胆小怕事。土少无信，虚伪，不讲信用，易背叛。企业之中土多之人适合成为心腹，可以重点培养，不忘恩，可胜任领导职务，可担任公司财务和管理前账等重要职位。土少之人适合做公司外围宣传和营销等相关工作。金翼西方白色收敛杯，秋天金多重义轻财，兄弟义重侠义，勇敢果断，性格刚烈，工作狂，控制欲强，有管理能力，仗义疏财，讲究廉耻，好强，刚愎自用，讲义气，重视名誉，自尊心极强，性格孤傲，不卑不亢，刚正不阿，行动稳沉，外表严肃，待人耿直，重情重义，办事认真，秉公执政，固守固执保守，金少无义，优柔寡断，贪心重但好说话。企业之中金多之人适合多交给一些繁重的工作，多设定一些具体的实施计划和目标，在公开场合多给予表扬和奖励。金少之人适合做公司文案制度股份设定等相关工作。水至北方黑色流动孔，冬天水多聪明有智慧，会谋略，心机重，城府深，善解人意，完美主义，有亲和力，立场易变，有协调能力，足智多谋，聪明好学，好思索，坐不住，易变动，好动健谈，行动敏捷，灵活多变，能刚能柔，柔中有刚，以柔克刚，刚柔相济，语言亲和，观念和意见容易让人接受，使人的信服力强。水少无智，不善谋略，无心机，耿直，企业之中水多之人适合组建团队，协调公司内部人员，适合企业对外谈判。木少之人适合做公司政策执行者和指令下达者，适合具体的实际工作项目。这个五行啊，就是五行啊，它对人的一个分析。那么我们知道啊，每个人在四柱当中啊，它都有五行，对吧？那么这五行怎么算多，怎么算少？大家知道吗？四个算多。哎，老师都讲过了。那么其实就是把藏干，来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八字，来写，把藏干都写上，藏干都写上。写上之后，我们数数，数数会吧？会。木几个，火几个，土几个，金几个，水几个，数数会数数吧？会。我们中气、余气、主气先不考虑，就先数数，大约它基本就很准确的了啊。好，那么木，这上面想木多的人和木少的人，它的特性对吧？那么木呢，首先主什么？仁慈，对吧？哎，仁慈啊，当然这里面等等的大家都要了解啊。
那么首先呢，我们看一个人的八字排出来了，我们把天干的五行标记出来，把地支当中又换算成什么藏干，换算成藏干，那么把五行的个数一项一项的标出来，一项一项标出来啊。那么我们这里就不需要刻意分得太细了啊。五行那就甲乙都是木，对吧？丙丁都是火，庚辛都是金，戊己都是什么土？哎，这个数来啊。那么李老师把这个木火土金水标记出来数，大家看这数对不对啊？我们去核对一下，木有三个，对吧？它在哪儿？这有一个，对吧？天干当中一个。这有一个，对吧？甲木在哪儿？甲木在哪儿？啊，这有一个，有没有了？三个了，是吧？没有了。我们从这看啊，这边啊，木是三个，火开有几个？四组。这有一个火，对吧？心四一个火，哪儿去了？这有一个火，两个火，是吧？丁火。三个火，对吧？火来改一下，火写一下三个，找笔来，找笔改一下。好，火是三个，没错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看土，土有几个？改成三就行。好，没事。土我们看有几个啊？这有地支不看这个啊，我们看一个，对吧？一个土，两个土，哎，有没有了？三个土，没了，对吧？三个图对了。金，我们看一个金，两个金，三个金，四个金，五个金，有没有了？没有了，五个金，对吧？好，那剩最后就是水。我们看啊，一个水，两个水，是不是没了？所以水是两个，对吧？那么木火土金水啊，把大家把自己的都算出来啊，你看自己的占几个啊？因为这些东西只有相对的量化，我们才能去把它去论断出来啊，要不然不太好论断。什么叫量化？就把它数给记住，这个没问题吧？啊，大家看哪一个最多？金。老师说了，一般的四个就算什么多，大等于四个，相对的就算多，对吧？小等于一个就算什么少？哎，那么其他的这相对都是在这综合的，对吧？这算是综合的，金比较多，对吧？哎，金比较多。那么金多，我们来直接找到金这块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哎，好，金多，这是谁的八字？哎，八字。那么金多的人一般的有什么特性？大家知道吗？哎，讲义气，大家都讲义气啊。金多的人一般的特别讲义气啊，你这当然了，还得看他的喜忌啊。但是正常金多的人都是很讲义气的。能为朋友怎么样？两肋插刀，对吧？对，这大家知道。如果金特别少，能不能为别人两肋插刀？哎，插别人两刀。真的啊，这特性它是特别明显啊，明显。那我们看一下金多的一个特性啊，金多重义轻财啊，在财政各方面的重义气轻财，朋友找他借钱不好意思，怎么办？借了吧。其实他觉得这钱借的不一定能回来，但也借了，讲义气嘛，那很讲义气，不好意思啊。兄弟义气重，侠义啊，勇敢果断，在以前古代就是女侠啊，江湖上的高手啊。性格刚烈，工作狂，控制欲望强，有管理能力，仗义疏财，讲究廉耻，好强，刚愎自用啊，重视名誉，自尊心强啊，性格相对孤傲啊，不卑不亢，刚正不阿啊，这是他的特点啊，这是特点。那么办事比较认真，办事比较认真啊，秉公执法。一般的金多，只要是不为忌的时候，大部分做什么事他很公正，很公正。比如说当官各方面呢，相对他也很公正啊，在工作上、生活当中，在事业上、在单位，他也很公正啊。一般呢，他不会搞偏私，因为金有它的特性，能理解吗？那么这个金比较多，对吧？那么在企业当中，我就强调了啊，这个大家自己了解一下行。那么另外，金多在身体上哪方面容易出问题？肺，呼吸上千万要注意。如果将来生病，小病不算啊，生大病，一般呢就是金或者被克的一个方向有问题。那么金代表肺，金克什么？木代表什么？肝。对，所以
肺和肝胆呢、啊、就千万千万要注意了啊。大家看，这木是三个是吧，要是一个可能就容易受伤，三个还没什么大事，但是毕竟它是隐患。记住，一个人八字排出来了，记住啊，大家认真听，因为这里面很重要啊。后面我们还会稍微讲一点，最起码一个人的先天的病症你就要了解，这个人将来能得什么病，甚至得什么病去世，明白吗？啊，但是也可能没病的，假如他得病，哪个方向更容易产生隐患，一定要清晰。那么假如金这块比较太多了，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得病就是肺部病，对吧？呼吸啊，包括鼻炎啊，呼吸道啊，这个都容易出问题的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被克的，就是肝胆，也就是说一个肺啊，一个是肝胆，这两个脏腑平时要极其注意。如果你知道自己的病理，了解自己之后，平时应该怎么做？保养，哎，保养好啊。那么我们知道中医来讲的话，就五色入五脏，都对吧？那可以多吃一些什么颜色的食品给补一补。他这金太多了，不能吃白色，稍微泄一泄的都行啊。但是刻意的，假如你确实肺不太好啊，通过时间呢，包括说工作生活当中又调整了，呼吸各方面要注意了，或者肝胆要注意了，在一定程度上了。在晚上尽量就少吃一些东西了啊，这个大家他知道如何保养自己，当了解一个人的八字命理就如何保养自己，这个能理解吗？哎，他这个八字相对还可以啊，没有太偏颇，能理解吗？有的就怕是有的一个一，有的一个六什么的那种，或者有零的，明白吗？大家看木火土金水五行基本都很多是吧，就是这个金稍微多了一点啊，整体这个八字算是比较平衡。记住一个人的八字相对平衡的时候呢，哎，你说。师傅，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个这个金木水火加在一起数字是十五还是十六呢？啊，不看那些，啊，不什么也不看啊，好、啊，好、啊。那么大家先听课啊，这个有问题怎么等课程结束再聚会啊？我们只是举例子，不是给某个人算命，记住没？你们学会了自己算啊，我是不给人算命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看啊。木火土金水这五行的能量如果相对平衡，相对平衡，一生当中啊就不一定有太大的灾难。如果不平衡，一生当中灾难就多，不管是病症啊、身体各方面就容易出问题啊。这个还是可以的，还可以，只是这个金稍微有点多了，超过四个或者大等于四都算多，能理解吗？啊，这个概念理解。所以通过木火土金水啊这几种关系呢，我们要知道啊，我们要知道一个人的性格，包括他的方向，包括身体的病症，后面我们还会详细讲一点啊，这只是概括讲啊，到后面我们还会详细讲，好吧？哎，那五行的一个生克关系，这八字当中需要运用的，来，李老师大家读一下。木旺得金，方可栋梁。木能生火，火多木焚，强木得火，方化其门。木能克土，土多木折，土若逢木，避雷清陷。木烂水生，水多木飘，水能生木，木多水缩。火旺得水，方成相济。火能生土，土多火会，强火得土，方止其焰。火能克金，金多火息，金若遇火必借消融。火赖木生，木多火炽，木能生火，火多木焚。土旺得水，方能疏通。土能生金，金多土变，强土得金，方治其壅。土能克水，水多土流，水若逢土必为淤塞。土赖火生，火多土焦，火能生土，土多火会。金旺得火，方成器皿。金能生水，水多金沉，强金得水，方挫其锋。金能克木，木多金缺，木若逢金必为坎折。金赖土生，土多金埋，土能生金，金多土变。水旺得土，方成池沼。水能生木，木多水缩，强水得木，方泄其势。水能克火，火多水干，火若遇水必致熄灭。水耐金生，金多水浊，金能生水，水多金沉。这五行生克的一个核心原理啊，在八字当中运用啊非常多，这个大家要进行一个了解啊。那这里面什么概念呢？
老师简单讲一下，大家认真听一下啊，一会儿再讨论啊。好，水旺得土方成池沼，这个能理解吗？水旺，为什么会得土？哎，什么意思呢？水太旺了就奔流了，能理解吗？需不需要就比如说三峡大坝？如果没有大坝，水跑哪儿去了？可能给下面都淹了，明白吗？哎，所以它需要土去给它稳固，这个水才能为我们所用啊，这个能理解吗？这概念其实都相通的，老师讲一个，其他大家都能理解了。水能生木，木多水说，这个能理解吗？哎，这个好理解啊，就不用太强调了。强水得木，方泄其势啊，这个大家要知道，强水得木了，那么水能生木，把这个能量就泄出去了吗？啊，这个大家就知道了。水能克火，火多水干，这个就不用讲了，是吧？哎，这个大家理解。火弱遇水，必之熄灭，这个也不用讲了啊。对啊，大家理解。水赖金生，金多水浊，这个能理解吗？啊，这个可能不太好理解啊，老师稍微讲一下。水呢是金生的，对吧？金生水，能理解吗？哎，金生水的，但是金一多了怎么样？水就浊了，就不清了，就浑浊了，就这个意思，能理解？就是金虽然生水，但是金不能太多，金太多的话，水怎么样？就浊了，明白吗？就是万事万物过犹不及，能不能理解？这里面五行的一个核心原理，大家已经明白。不光看生和克，能理解吗？还要看成和武，这个大家知道。以前讲风水呢，基本都是讲生克的，成武这不武不讲的。但是八字当中，这里面运用是非常多的，也就看它能量足不足，够不够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金能生水，水多金沉，这个大家就好理解了，是吧？其实这个五行的核心原理还是很重要的。当你这些东西都掌握之后，最起码你就知道啊，原来五行它还有另一种特点啊，成和武的特点。也就是说，不管生就是好，克就是不好，明白吗？啊，这个概念大家要清晰，好不好？还有没有不懂的这块啊？这个概念基本就都能理解了，是吧？好。那么我们下面呢，学一下五行喜忌的一个救助法啊，也就是说我们。五行其实在八字命理当中，老师一直强调都是在用五行的关系，生克关系啊，成武关系啊，去论断一件事情的吉凶，而且最终哪一年好哪一年不好，五行表现的是最准确的啊。至于说神煞了其他的都要看，但是五行是核心，必须要掌握。来，叶老师给大家读一下，稍微慢一点啊。木的特性及救助之法，木强喜火，喜火泄，金克土耗，木旺喜金克土耗火泄，强者易泄，旺者易克，均忌水生木助，木弱喜水生木助，忌金克火泄土耗，木见水多易飘，喜土治水，土少取火耗水，忌金生水，水助水势，木见火多易焚，喜水治火，水少喜金生水，土泄火，忌木助火燃，火增火势，木见土多易折，喜水生木，取木治木，忌火生土，土助土更旺，木见金多易断，喜火制金，喜木助木，水泄金生木，忌土生金，金助金势。火的特性及救助之法，火强喜土泄，水克金耗，火旺喜水克金耗土泄，强者易泄，旺者易克，均忌木生火助，火弱喜木生火助，忌水克土泄金耗，火泄木多易燃，喜金制木，金少取土耗木生金，忌水生木，木助木势，火见土多易会，喜木制土生火，木少喜水生木，金泄土忌火生土，土助土势，火见金多易息，喜木生火，火助火制金，忌土生金，金助金，火见水多易灭，喜木制水，喜木泄水生火，火助火，忌金生水，水助水。土的特性及救助之法，土强喜金泄，木克水耗，土旺喜木克水耗金泄，强者易泄，旺者易克，均忌火生土助，土弱喜火生土助，忌木克金泄水耗，
土见火多易焦，喜水制火，水少取金生水耗火，进木生火，火助火。土见金多易变，喜土制金，火少喜木生火，水泄金，忌土生金，金助金。土见水多易流，喜火生土，喜土制水，忌金生水，水助水。土见木多易清，喜金制木，喜火泄木生土，土助土，忌水生木，土助木，木助木。金的特性及救助之法，金强喜水泄，火克木耗。金旺喜火克，木耗水泄，强者易泄，旺者易克。君忌土生金助，金弱喜土生金助，忌火克水泄木耗。金见土多易埋，喜土之土，木少取水生木耗土，忌火生土，土助土。金见水多易沉，喜土制水，土少喜火生土耗水，木泄水，忌金生水，水助水。金见木多易缺，喜土制金，喜金助金，忌水生木，木助木。金见火多易融，喜水制火，喜土泄火生金，金助金，忌木生火，火助火。水的特性及救助之法，水强喜木泄，土克火耗；水旺喜土克，火耗木泄，强者易泄，旺者易克。君忌金生水助，水弱喜金生水助，忌土克木泄火耗。水见木多易缩，喜金制木生水，喜火泄木，忌水生木，木助木。水见金多易浊，喜火制金，火少喜木生火耗金，忌土生金，金助金。水见火多易蒸，喜金生水，水助水制火，忌木生火，火助火。水见土多易淤，喜木制土，喜金泄土生水，喜水助水，忌火生土，土助土。这个救助法五行啊，其实就是它相生相克的关系。而且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概念，大家理解？比如说水强，它喜欢什么呀？木泄它，能理解吗？因为水一生木，是不是它强就相对弱了一点了？因为老师一直强调八字当中要要求五行的平衡，对吧？平衡是最好的，对吧？其实不光八字，在风水当中，所有当中我们都要求平衡，这点能理解吗？那么最原始的角度叫阴阳平衡，其实在演化出阴阳变化当中出现了五行，就是五行的平衡，能理解吗？那风水当中在研究说八卦的平衡，二十四山的平衡等等的平衡。那么这个平衡要求什么呢？就是你这个过了，那么是不是就不平衡了？你这个太弱了，是不是也不平衡了？那么都需要用一些方式给它补救，我们叫补救。其实八字当中啊，我们讲一个字叫病，病就生病的病，能理解吗？说这个人的八字有病，明白？说这个人有病，对吧？在风水当中说这个房宅有病，其实都是相通的，这个概念大家要知道。那么刚刚老师强调了，比如说水太强了，或者水太旺了，这个旺呢和强的能量来讲，它旺会跟强哪个更厉害？强旺，旺更厉害啊，旺更厉害，能理解吗？强和旺就旺相对更厉害，能理解。但是不管是强和旺，它跟弱来讲，它正好是一个相反的概念，这个大家能理解吧？哎，所以我们知道，假如我们看这水旺水强不看了，水旺喜什么克？土克。那说老师啊，这土克我是不是对我不好啊？啊，这是我们固有的观念。实际如果你太旺的时候，需不需要克？需要。你需要的，就无制了。在一定程度上，特别是水如果奔流无制就麻烦了啊。特别是我们地天学当中写人水通合呀，啊，那这个能量非常强，如果分流不治的情况下，那你根本就不好办。比如说孩子，老师举个例子，孩子不管行不行？不行，真不行啊！因为有的时候你要是放养，在一定程度上真的就是没管了，就管不了了，就无治了。所以管他怎么动，拿小教鞭儿，老师敲两下，对吧？或者拿了以前叫戒尺，大家看到没？说拿手板，大家小时候并没打过手板。没有啊，我好像我小时候没打过，真的。但现在老师不敢打了。但是其实这是需要的。当你太强了、太不像话的时候，该不该管？人家不管，你下一步可能就走向犯罪了，
这道理都是相通的。所以你看水特别旺的时候啊，它是喜土克火，耗这个大家就能理解了，对吧？水去克火了，耗不耗它自己？哎，耗。那么耗它好不好？反而好了，因为它太旺了嘛，明白吗？克都用上了呢，何况耗，明白吗？哎，当然一定程度了，确实是需要克它的，特别是有一些五行的特性，水是一个特殊的五行特性啊，特别是这个大家知道啊，一定要知道。那么木泄，这个能理解吗？水生木了，木就把它旺的能量泄出去了。哎，这上面写的很明确啊，强者易泄啊，旺者易克啊，旺就是更高的一种能量了啊。那么君忌金生，为什么忌金生？更旺了，金生水它不就更旺了吗？就更不像话了。你刚一打孩子，爷爷奶奶来了，别打，这孩子不能打，结果给你打了，因为他是你爸你妈，你这不敢动他，对吧？结果孩子过两年了，进入社会了，给人杀了，进监狱了，完了，对吧？这道理是一样的啊。所以忌金生，因为他生水，我们不希望生他。忌水入水，就他俩是一伙的，我们叫党，同党啊。有很多八字老师讲叫党，水和水它就增加旺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强或者旺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需要平衡？如果需要平衡，你要把它强和旺的能量往低降一点。这个能理解吗？因为太强太旺都不好嘛，我们需要平衡，平衡才是最好的，这个要知道。那当然弱，那跟它正好相反了。大家看，水如果弱喜欢什么？金生的嘛。哎，也就是说它喜欢阴了，这个时候就是喜欢金生的了。那么金一生不流水，它弱的能量不就变得强了一点？我们希望它强，因为太弱了，能理解吧？啊，这个大家要知道，水助水帮助它，能理解吗？弱的时候需要水，水能帮助它，它怕什么呢？土克，因为你弱，它就不能克了，也怕什么呢？木泄它，还怕什么呢？火耗它，不是更大火啊？就相对啊，这个大家要知道，因为弱的时候我们就要帮扶它，强的时候我们就要抑制它，啊，这叫扶和抑，这个大家要知道啊，这里面很明确啊。这里面有几点，下面这几点可能很多人理解的不太透啊。水见木多易缩，水呢见木头多了它就易缩，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啊。它喜什么呢？喜金制木生水啊。这块呢可能有点绕，一会儿呢这老师白白写一下啊。好，什么意思呢？水如果见木头多了它就易缩，这种状态能理解吗？哎，就因为水少了缩了嘛，而且都被木头给怎么样吸收了，都给弄没了。这个时候他喜欢什么？金。喜欢金制木，金是克木的，对吧？对。哎，金既能克木，又能干什么？又能生水。因为我这个木太多了，这个水都被木头给吸收跑了，它能量弱不弱了？弱了。弱的时候怎么做呢？金是不是能生水？又能干什么？又能制木，把木制了，这样的话它就少让我们吸点，明白吗？要不然吸多了也受不了啊。这个概念能理解吗？喜火泄啊，喜火泄。因为水生木的时候，如果木一生火，它就喜火去泄木，把木的能量怎么样？消弱一点。其实原理就是在这儿呢啊，就木多能理解吗？就是水遇到木头多了怎么办？这个道理就是告诉我们，水遇到木头多了应该怎么去解决，这里面都是解决方案。用金怎么样克木头，对吧？用木生水去泄它，对吧？木一生水泄它，那么火来了就把木给怎么样给泄了，对吧？这个能理解吗？忌水生木啊。为什么说忌水生木呢？因为木头太多了，对吧？水一多怎么样又生木了啊。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，这块可能比较难一点啊，老师再讲一遍啊，因为比较复杂了。这里啊，你看啊，水遇到的木头特别多，对吧？水生木嘛，遇到木头特别多的时候，它反而是忌水来生木的。为什么忌水来生木呢？木多，首先呢，木水见木头太多了，
就这个概念啊，大家先理解概念啊，因为这块比较难，可能很多人转不过来这个弯儿。说，哎呀，老师啊，这水生木，对吧？对。那么水生木怎么还能忌水呢？可能不理解，能理解？因为木头怎么样？木头，老师这么讲，大家理解吧？木头太多了，对，你整点水根本就不够，你来点水就吸走了，来点水吸走了，你整了多少水都不够它吸的。能理解吗？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用水去住它了，能理解吗？因为木头太多了，遇着水啊，先原则就是我是水，我遇着这个木头太多了，木头太多了，它能把我吸跑了。吸跑的时候，我即使来点水被它吸跑了，来点水被它吸跑了，来点水全被它吸跑了，所以要水有没有用？没有用，反而被它吸跑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叫反而忌水吧，忌水叫忌水，就忌水就知道了，这后面就不理解了。木住木，那这就不用讲，大家能理解，因为木太旺了还能不能住它了？不能。哎，木太旺的时候就不能再见木了，能理解吗？木太旺的时候见水也不好，对吧？因为来点水就被它整跑了嘛，啊，因为它的能量太强了，水就我不够生它的了，就我这点钱不够的了，我借了100万就给我偷跑了，借了100万偷就给我吸跑了，我借了多少都被它吸跑了啊！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呢？用金，对吧？用金去克木，对吧？哎，把木给克了，金反而又生水了，对吧？这种能量大家要理解一下啊，因为五行当中其实有很多能量不好理解，特别是在八字当中运用，它不像风水，风水一般的我们就生就完事儿了，对吧？哪个位置不足，能量弱就生的，能量太强就抑制它点就完事儿了。现在不行，在八字当中这里面很多我们要知道啊，这个概念要知道啊。水见金多易浊，这个刚刚已经讲了，对了，那同样它喜什么？水见着金特别多，水见金多，那么金是生水的嘛？因为已经整浊了，整浊了，明白吗？这个时候喜什么呢？喜火之金呢？啊，因为我们知道了，最多的那个我们就要干它，明白吗？就克它，这么说的理解吗？给它收拾老实了，它就不收拾我们了。哎，你要收拾不老实，他妈还他一直收拾我吗？这个概念，所以说火去克金啊，火克金。那么火少的时候啊，如果火少的时候，喜木生火来耗金，这个道理就懂了吧？什么意思？金太多了，水啊，我一直强调的是水，我见着金了，金生火对吧？太多了，这钱给我，我都不知道干啥花了，是吧？要干坏事了，搞不好就整出事了，你知道吗？就这么先理解啊，因为你不理解，很多东西不好解释啊。喜欢什么呢？喜欢火克金，他来生我，给我生的都不像话了，给我整钱堆里我都出不来了，对吧？钱太多了，不要了没有用，花不了了，再给我埋钱里，早上劲儿的你压死了，明白？就这个意思啊。水见的金太多了，都已经浊了，就不像话了，已经就不正常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喜欢火去克金，喜欢别人事儿在这儿，告诉他别给了，别给了，一会儿出不来压死了，钱太多也不是好事儿，明白吗？就这个意思啊。这时候喜火去克他了，那么如果火少的时候，火少就是没有人克他了，就是火非常少或者无，没有克他了，那么要用什么？要用木去生火了，因为木去生火之后，它才能把金给怎么样克了。对吧？而且木出现的时候会耗金，因为金就去克它了嘛。啊，那么老师举的例子，刚刚大家理解了吗？我是水，这个金太多了，给我生的已经浊了，明白吗？已经在钱堆里爬不出来了。我是不希望他再给我钱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最好是找人把这老鬼打跑，对吧？但是现在打跑的人没有，没有，就需要再找一个人，明白吗？再找个人去外面再联系一帮人来打他，就这个能理解吗？但是虽然说再找那个人啊，容易被这小子削了，即使他削他去了，他是不是对我就没伤害了？对啊，即使他用金去削木去了，金去克木去了，他对我是不是就没伤害了？但既然能耗他又能生火嘛，能理解吗？啊，这个概念大家理解了吧？啊，所以这个原理其实都相通的。它忌什么呢？忌土生金。土生金这个原理我就不讲了，因为很直接，金太多了生不生呢？太多你不能生了吗？啊，对，很对，金就金不用说了，太多了能不能帮助他？两个人给我，三个人都上来了，50多个人更出不来了，是吧？啊，所以这个就太多也不一定是好事，因为中国有句话叫过犹不及，大家知道吗？而且中国人呢一直追求叫中庸之道，
这个很厉害啊，我们叫中道，明白吗？中庸之道，就不偏不倚，就走中间这个道最舒服。往左和右偏了是不对的，就过激都不好，所以中庸是最好的。包括以前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呢，说过犹不及，说枪打出头鸟，说经常说这话，对吧？说做什么事，有的时候父母爷爷奶奶告诉你，哎呀，你不要太出名啊，太出名很多人盯着你，有人嫉妒你恨你啊，他会背后坏你，记不记得？哎，这是真的，中国人这个观念很可怕的，有的时候，而且确实是事实。所以我们呢要低调一点，明白吗？在一定程度上该知名可以知名，到一定程度差不多行了，你不能再整过火，整过火就出事了，明白吗？哎，所以一定啊，一定要知道这个两面的中庸之道，道理也是相通啊。那么这我把这一个讲完啊，用这一个讲完，大家整个就都理解了，把这概念理解啊。水见火多一蒸，这个概念就很简单啊，就我昨天已经讲了，我是水，我见到火多了怎么样，把我给蒸发了啊，就是这个概念呢，就是我想克这个火，水克火对吧，但是太少了，我去克火能不能克得住，我克不住反而把我怎么样给蒸了，还蒸了，那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呢，洗心去生水嘛，啊，最主要就是我的能量太弱了，我得去生自己的嘛，啊，包括水助水去制火，也就是这一盆水浇不了，我弄一桶水来浇，这个能理解吗？哎，这概念都知道。既呢木生火，既木生火，因为木生火，火的能量太强了嘛，火助火啊，这个就大家都好理解，对吧？啊，这个概念理解了。那么水见土多易淤啊，什么意思呢？水见到土太多了，这水怎么样？流不走了，给淤住了，给淤住了啊，给固住了啊，这不好的。那喜欢什么呢？木跟上面这个概念是相通的，木是不是克土，把土给疏散开？我们水最终的目的啊，其实八字命理啊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故事和活生生的人或者活生生的事件，能理解吗？也就是万事万物啊，它都有整个状态能量的生发和它的需求。比如说八字当中最简单，日主为己土，己土为什么土？阴土，是阴土，但是从象意来讲叫田园之土，对吧？那么你想象一下，田园之土最终是想干什么？种地。哎，太聪明了。田园之土你需不需要水？需要水，是不是得需要点木头，长点花花草草？那你都需要的，其实你活生生的去感受这个八字，你就理解它需要的是什么，它不需要什么。哎，当然需要，需不需要太阳照？需要。哎，它也需要太阳光照射嘛，这就是活生生的去感受八字，你就好理解。这样的话，那包括刚刚这个讲土，水见土多那是不好的，淤住了啊，淤住了，这概念知道。喜欢木啊，疏，把土给疏散一下，这个水的价值才体现出，因为最终我们体现人生价值，想体现人生价值必须把你的价值发挥出来的，要不然你就像我们金子给土里埋的，永远不发光，有没有用？没有。埋一万年没有露头的时候啊，就珍珠在土里埋的，概念是一样啊，所以需要木去治它，去疏土啊，疏土。喜欢金呢，去泄土啊，金去泄土生水啊，这个能理解吗？因为土生什么？金，土生金，就把土怎么样？泄了吗？能理解吗？而且还生什么？水啊，那么金不就生水了吗？能理解吗？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土怎么样？土多，看见没？这两个字，土太多了。那么喜欢水柱，这个我就不用强调了啊，大家理解了。既火生就不用强调了，火生土是不行的了，土生土，土和土相同是不同的了，能理解吗？师傅，请问一下，那个土跟水同时多的话，那怎么？土和水同时多呀？那刚刚不已经讲了吗？土和水同时多要用什么？木，是可以用木去制土，对吧？木又少呢？啊，木又少，木又少，那就想办法生木呗，用火呗，就生木，对吧？但是火还不能用，如果土火一生土了。啊，一会儿后面都会讲啊，问题等课后再提，因为课程结束之后提，因为很多问题没法去讲了，好吧，能理解吗？什么意思呢？一会儿后面会讲啊，有通关，什么叫通关法？就是取用神有通关的，比如说两个五行产生战克了，战克了，最简单的金克木，对吧？水金克木怎么办？水通关。哎，水通关了，为什么用水通关呢？因为金生水嘛，水生火，所以金就不克什么了？不
木和土啊，这后面都会讲啊，大家一会儿后面就讲这个五行的概念能不能理解啊？这些基本都理解了对吧？哎，这五行很重要啊，特别救助这一篇老师讲的，其他的你就一推基本就都有概念了啊，这个要明确啊。